家里的狗以前都是吃剩菜剩饭的，嗯，那我每次就是担心他们的食物的均衡，那我就会偷偷的把我们家里的肉放在我的碟那边，就打装都吃不完，然后就把那个肉拿去给狗吃，每天都会重复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会被骂。我就从小就对他们的食物就很有兴趣，然后我是希望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完整的狗粮是给狗吃的，我就开始 research 一下 smoke 可以给狗，就开始接触到生食。其实一个兽医在澳洲的，他是提倡这种生食，这个 buff diet。中国狗需要这个生食，你看他们牙齿来讲，他们是在咬骨头的动物，他们需要吃骨头肉，它不是拿来吃饭，它不是拿来吃，只是那种干粮。嗯啊，所以它这个是它原本需要的生物，就开始我就做给他吃，是我们的方向是要把它做得更好，嗯，更加多人有对我们这个食物比较有信心。比如说这个疫情的 situation 呢，像我学习到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多那种天然的资源，嗯，在我们那个整个 MCO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短缺食物，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生产食物，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外国的狗粮。我是希望有一天是我们是要人家来，外国的人要我们的 product 过去，而不是我们去买人家的 product。 嗯，这是我本身想要达到的。我想做的东西是每只狗都有机会去品尝到生食，那我们就要给主人比较容易买到，又容易喂食，这是我们的目标啦。是，所以我们已经达到一些，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继续要前进。嗯，欢迎收看《上海名人坊》，你好，我是建川。那随着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啊，不只是人类非常的注重养生，就连宠物的食物呢都非常的讲究。那这一集节目为你请来 Coco and Joe Buff 的创办人 Ang， 他同时呢也是狗狗生食营养师，来分享他的品牌故事。Ang 你好，你好。那据我所知，以前你是在美国生活啊？我是在那边读书，进修啊，医学科技。医学科技，所以我们是在 lab 里面帮人家验那些血啊之类的，所以是在医院实习了几年哦，然后就倒回来马来西亚啊，没打算在那边工作啊，本来是有工作了的，是因为我妈妈中了乳癌，她在去世之前她就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回来。那回来之后有没有面对一些难题啊？找工作啊，是有的，就是那个我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 lab 的工作，所以最后是在药的公司。是 pharmaceutical company 那边做了很多年，做 sales，到进到去 marketing 咯。那个时候还会面对什么难题吗？就在你的马来西亚工作，毕竟环境都不一样啊。OK 啦，就慢慢接受。就在刚刚回来，那个 lab 的 situation 就有点不同啦，就 standard 就会有点相差啦。就进去了，那些药的公司就还好，因为他们都是国际的公司。那你又是怎么样开始研究狗狗的生食，甚至是创办这个品牌啊？这个一个很长的故事，来可以说一说。OK， 我从小第一样东西我记得狗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的堂姐带我去看一只小狗，在我们家里的小狗，就幼稚园回来放学回来，然后我就去，她带我去看那小狗，就我动了那个小狗一下，那从那天开始我是。对狗就是那种，就是每次看他们就是很高兴那种，是产生那个喜爱啊。对，我们家里的狗以前都是吃剩菜剩饭的，那我每次就是担心他们的那个食物的均衡，就是我不够吃来讲，不够，对，那我就会偷偷的把我们家里的肉放在我的碟那边，就打装都吃不完，然后就把那个肉拿去给狗吃，每天都会重复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会被骂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是狗狗应该是吃我们吃剩下的食物或者是骨头嘛。对，因为我的童年都是在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根本是很少有狗粮这个东西，对对对，都是家里的狗都是吃这样东西来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维持咯。那我每次就是很担心他们的那种吃不够，那我就从小就对他们的食物就很有兴趣，然后我是希望有一天真的是有一个完整的狗粮是给
狗吃了，然后就不用我去再担心要找这个肉啊，藏这个肉起来啊，这样子来给他们吃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你的生活当中都一定会有狗吗？就是你的家里都一定会有狗？可是我们当初的家里的狗不是养在家里，都是在外面的啦。是，那时候是不可能给狗在家里。对啊，然后是都是一直来都有狗。嗯，而且我也知道说你也有在这个 dog show 里头，就是参与这个 dog show， 应该是这样说嘛，对吧？对，dog show 是在我16岁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去看到那个狗比赛，在槟城的一个工大那边，有一个狗比赛，然后我就开始喜欢上。可是我因为没有本能力去养一只名种狗，所以我跟我自己讲说，有一天我长大之后，如果有钱的话，要自己养一只可以去比赛的狗。是，那为什么比赛的狗一定要名种狗呢？有没有特别规定的？这原因是它以那个 breed standard 来定那只狗的形状。比如说一只普的，它样子应该怎样，它的毛应该怎样，它的牙齿应该怎样，它的眼睛应该怎样，所以就是以这个规定来评判那个狗到底漂不漂亮，就好像选美这样子，给分数啊。反而人的选美更难讲，因为没有一个定义。我们狗的还好，有一个定义，眼睛应该是这样子，体型应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开始迷上了。可是没有机会到我毕业后才开始养。在美国也没接触狗，没有接触 dog show 也没有，有去看，可是没有机会养，因为反正学生都是穷的嘛，就跟。那在美国的 dog show 跟马来西亚 dog show 当时的 dog show 的规模比较的话，很相差很远，美国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会不会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就因为有 dog show 啊，大家就会一直想要说养一只名种狗，然后要特别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会不会说太过追求这些完美？对，也是有可能。我本身是名种狗，就说菜狗也好，我都是很喜欢的。我都总之是狗，我都喜欢的。对啊，可是做比赛的话，你需要是一只名种狗。但是不管你养的是怎么样的狗，只要它健康就好了啊。对对对对。那你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创办 Coco & Joe 吧？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我在就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买了一只狗，它是在从菲律宾引进来的一只西施，本来是以为它是一只比赛的狗，一只美丽比赛的狗，它已经是在那边已经有拿到冠军的那个荣誉了。可是它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它是有一个基因上的问题，它有一个毛囊虫的问题。它在quarantine的时候我已经发现到它有点不对。可是就是基因上它就是有这个缺陷，它会有这个毛囊虫问题。可能我是被骗的买的这只狗，可是它就长期一直进进出出医院，时常有问题。反正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到它，我已经 try 什么东西都 try 过，可是最后就发现到可能食物是一个关键。因为我就开始 research 一下什么可以给狗，就开始接触到生食甚至然后那时候是看了一些外国的资料尤其是一个兽医在澳洲的，他是提倡这种生食，这个 buff diet， 他original 的名词叫做 bone and raw food， 最后是变成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raw food 了。是，他这意思讲说这么狗需要这个生食，你看他们牙齿来讲，他们是在咬骨头的动物，他们需要吃骨头肉，它不是拿来吃饭，它不是拿来吃，只是那种干粮所以说这个是它原本需要的时候，就开始我就做给它吃，是，它就从配合药的那种医生的药针换去生食，就慢慢的好去了，有进展，然后我们就帮了就开始做给自己的狗吃了，其他狗吃，然后其他也是慢慢的进步，尤其它的皮毛、它的大便，然后它就比较少病，比较少去见医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教人这样做，就跟我的朋友我就会教他，是你的狗应该吃生食，你看我的狗已经吃到这样子了，你应该我教你这样做。可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回去做了一天两天，他就不要做了，因为这是不是这样容易，因为他很坚持要去做这件东西才可以做得到。然后我们甚至有一次是
一个跟我领养我的狗回去，我是跟他说你可以踹干这样子做给他吃。结果那最后的时候他那只狗是死于营养不良，因为他做错了，他只是给他块肉，然后就没有给他其他东西，只是给他肉而已，他就营养不良，最后真的是可能就是营养不良而死。所以这也是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不敢真正去跟人家讲太多，因为你都人你不会去做，做不到，因为别人没有掌握到那个精髓跟他的maybe theory。所以就开始不敢真正去讲太多。是，然后后来我朋友说，不如你其他朋友就说，你不如帮我们做，然后我们付你钱这样子。反正我就做了，我是顺便做了。是，所以就开始做给他们，就。因为这样子他们的狗也开始有进步，那看上一点进度了，我就想说不如我们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品牌，是来看能够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能够卖吗。然后可是我知道生食是一个很难去推广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甚至是那么多年以后的今天，其实在网上还是会看到一些评论啊，有些人还是觉得吃干粮是最好的，当然也有人觉得是吃 buff 是最好，一直还是有争议在这一边嘛，对不对？这我是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因为有一只狗，比如说一只狗是吃狗粮，它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你去给它吃没问题，有一些是它有问题，可能就要想一下可以换过来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可以帮到他。是，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啦，因为狗狗他们本来都是吃这种生食的嘛，那还是给他们吃生食，吃回他们原本吃的食物啦，这是我个人觉得啦。那你在推广的时候，或者说成立这个品牌，把这个产品呢推销到市场的时候，当时得到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或者说那销售量是怎么样？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我们曾经在当初的一个小小做我们在一个广场那边开始一个档口 sample free 的，就是 free 的，是给那个人那些人来是只是要给他 free 的，他们都不要就是那种程度，是说我给你 free 的，他们都不要。什么原因呢？你们有 fight 吗？他们不相信他，或是他们说等下回来拿又没有回来拿，那种就是很多那种。有点伤心的感觉。对，那你们怎么克服？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来我不是要卖，我是要提倡是这个生食的概念点，我们就继续跟人家分享了。这个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就跟人家分享说这个生食的好处。现在你们不用自己做，已经有了，是你都不用去再去烦。我们可以provide 你这个东西，然后你的狗可以 try 一下。可是就一点时间哦，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这个分享跟教育对大众了，不，这个生食。那么多年过后，也看到累积了一些顾客啊。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 Coco and Joe 这个名字，它的由来。Coco 是我们一只菜狗，它是我在很多年前人家捡到的一只菜狗，可是它是被车撞，然后送去医院，之后就没有地方放，然后就放在我家暂时。这个是12年前的事情了，之后他就在我家住到现在。那就是一只冠军的 Cocker Spaniel。这两只狗是我们要它代表的是，无论你是一只菜狗或是一只品种狗，你都可以需要同样的照顾，同样的就是说给它均衡的营养。对对对。那你刚才提到就是那一只西施它有皮肤的问题，吃了这个 buff 之后呢也改善了。那其实吃生食对于狗狗还有哪一些的好处呢？其实也不只是狗狗，还有猫嘛，对不对？对对。有什么好处？就第一，如果你看生食来讲，它有天然的那种 enzyme 来消化那个食物。所以比如说你说韩国的泡菜是生的嘛，我们吃它去就容易消化，是，所以这个是对它的消化系统是比较负担没有这样大，你就不用补就相多 enzyme 来消化那种生食，所以其实是对那个这是狗那是猫比较好。可是我们人如果你看我们的牙齿，我们其实不是个肉食的，我们是比较吃饭吃菜是，所以我们可以吃生的蔬菜水果，
狗就要吃生的肉跟生的骨头。这样子。当然我们的配方不只是肉跟骨头，还有加上其他的菜啊、绿苗啊，还有萌芽之类的都有掺进去。里面很多全蛋，就包括蛋壳。可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狗狗不太需要吃蔬菜水果，是吧？啊，它是不需要这样多啊，因为有的狗主是，比如说他就煮了一碗的broccoli 加一碗的鸡胸肉，这样是不平衡的一个不均衡的，就太多青菜了。太多青菜啊，那如果青菜太多会对狗狗造成什么影响？因为狗狗需要有十种 amino acid， 它是要从肉那边拿来的。OK， 从植物那边它就比较少能够得到那个十种的 amino acid。尤其是如果它的狗粮是以艺术熟或是以那个麦的成分来做的，那就可能就更难得到全部的那个 amino acid。虽然它是讲那个 percentage of protein 是在那边，可是那个十种有没有在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Coco & Joe Buff 呢旗下有哪一些产品啊，继续锁定商海名人坊。欢迎回到商海名人坊，你好，我是晋川。今天为你请来这位嘉宾呢是 Coco & Joe Buff 的创办人 An 哈。刚才提到了你们一直在推广这个狗狗的生食，还有猫的生食嘛哈。那么多年下来，其实你们看到你们产品在这市场上有哪一些优势呢？我们第一样东西是我们的那个 distribution point 是已经是在整个半岛在扩大了哈，在整个半岛都有。因为你甚至来讲，你需要很容易去买到。你可能你的家里的冰箱不够放，你可能就走到那里就买。就是我们想要的做到的，就是从在哪一个城市你都可以买到。现在我们已经做到那边。还有第二样东西是我们的包装是很容易分配跟很容易喂食。是，因为第一是甚至来讲，你会很有些人会觉得哦，我不要动它，它应该很吉利。可是我们就把它包装的比较容易分配，比较容易喂食。然后我们是用很天然的材料，全部是人吃的等级的来做。是。但我们里面还有包含做绿苗跟那种幼苗。在里面，这些都会给狗狗很多那它需要的营养了。那刚才你讲到说狗比较需要生吃菜，其实在狼的世界里面，他们会在鹿的肚子那边吃到它的半消化的草。虽然是狗是消化不到它的那个食物的纤维，所以你要给它蔬菜来讲，你要给它打碎。那跟我们打碎掺进去在冷藏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喂食狗狗吃蔬菜。而且它们在排泄比较容易一些吧。上一段你有提到你之前也是有把这一些配方啦甚至是方法告诉你的朋友当然他们也可能不太会准备，但是如果说自己要准备生食的话是不是有一点难度呢？除了拿捏不到这一些所谓的成分之外还有什么挑战啊，包括什么细菌啊之类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就第一是你的材料了，你要真的去找到新鲜的材料。第二是那个骨的成分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知道那个骨是跟肉是一个阴阳比例来的，是一个我们叫 calcium phosphorus ratio， 钙磷比例。如果那个磷那有蛋白质它不够钙来平衡它，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生食。所以如果单一肉加菜这样是不平衡，你要肉跟骨。骨头又不能太多啊，就是至少整只动物的营养了。它的原理就有点像，好像你吃一粒橙。
或是你吃一粒 vitamin C， 是一粒 vitamin C， 你可能得到那个 vitamin C 不了，一粒成分有 vitamin C 加上其他的营养，是，所以是一个全食的一个 idea 啦。是，其实我们人也应该吃全食，就是整只整颗蔬菜呀、那些东西啊。那你说骨头很容易啊，我就随便给狗吃骨头啊、其实也不太建议的，对不对？啊，这仅是要生的骨头啦，而且要新鲜的，然后我们是有打碎的，是，所以这样就容易不会啃到，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因为整只骨来讲，有些狗会啃到，所以我们就打碎，是，而且有一些会刺伤他们的这个肚子什么之类，肠胃啊，如果是煮熟的就会，对对 对, 对，煮熟，因为如果你看那个煮熟的骨来讲，你用刀砍下去，它是一条直线，它就不会碎，它就很难被消化掉、而且狗的那个胃酸是很强的，它可以消化生的骨头，反正是煮的骨头，煮熟的骨头有点难。那现在 Coco & Joe Buff 旗下有哪一些产品呢？我们有六个狗的配方，还有五个猫的配方。那这些配方、有些人可能就会问，适合每一个犬种吗？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杜宾犬Frenchie、有一些又大型又一些小型，那里面的成分都是适合这些所有的犬适合的，可是我们都会提倡你转做不同口味来吃，这样 会比较好，这样你可以狗可以吸收不同蛋白质的营养这个是我其实生食是要这样子，你要给它不同的，是吗？越多越好，除非你的狗是敏感敏感一个比如说你敏感鸡肉，像我们的鸭、火鸡跟兔子的配方就没有鸡肉的成分在里面。是是是。那坦白说啊，我家里的狗狗呢，第一次吃是吃你们品牌的生食，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还是让狗狗吃回它的生食。而且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吃生食的宠物呢，它的寿命会比较长一些，是吧？我不敢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是在你。这个不是个咸蛋，我们是一个只是一个健康的食物，一个天然的食物，我们也不能排除说那只狗有一些基因上的问题，它可能会有一些病，你还是要回去看医生你还是要吃药，可是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食物，还有就是我们是没有放那个防腐剂还有微量还有我们没有放那种药的成分的，就好像那种草药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如果你的狗是在吃着西药的，它就不会给这个草药影响到如果你需要吃草药来讲，比如说那些 turmeric 那些，你可以自己在家是没有问题的。我必须承认啦，打开那个封条的时候呢，那个味道是非常的香非常的诱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香哈。那接下来呢，会有怎么样一些计划吗？未来会不会增加一些口味等等？我们会继续增加的不同加口味咯，是我们的这方向是要把它做得更好，更加多人有对我们这个食物比较有信心因为给我对我讲这个，比如说这个疫情的 situation 呢，这样我学习到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多那种天然的资源，在我们那个整个 MCO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短缺食物，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生产食物，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们不需要外国的狗粮，我们可以自己的生产狗粮给自己的狗狗吃。我是希望有一天是我们是要人家来外国的人让我们的 product 过去，而不是我们去买人家的 product， 这是我本身想要达到的，所以可能就是这个一些时间来做了。也是希望说让它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可是吃生食出国应该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哦。不过没有关系啦，你看 Pfizer 也可以来到马来西亚，我们的疫苗也是要负70度才能够储藏嘛。对，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克服。可是就慢慢哦，就慢慢去。可是你要把自己的产品都带到去那种国际的 level， 你就或者是再到国外去设厂也说不定啊，对不对？还有就是我还有这个疫情也给我发现到。马来西亚的人是很爱狗的，因为我们以为说那个 MCO 的时候是那些冰箱是应该是不够放自己的食物，他不会去买我们这个食物再回去喂自己的狗，是因为已经不够地方放了，反而是他们会在抢着买那个食物，在那个 MCO 的那几个星期，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爱狗的人，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product会继续
就是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继续推广，还要跟人家分享怎样去用这个生食。是因为人类有太多选择，我们可以打一个电话或者上网就可以买到食物嘛。狗狗的食物还是真的有一点难度啦。再说马来西亚的这个生食的选择还是比较少一些。你说营养全均衡的这个选择真的不多啦。不过回到来一个哈，就是所谓的麻烦这个部分呢，我在想还可以怎么改进呢？因为有一些主人还是觉得啊，我如果忘记拿出来退冰的话，我狗狗就要可能要饿一下了，因为有时忘记拿出来退冰之类的，这方面还可以怎么再去加强？我们的最小那个包装已经分到去75g一格了，其实就很快很容易的15分钟吧，大概很快就会解冻了，所以你就是不用担心那个我们已经把它弄到自己的膜，把它弄到这样小的成分，所以主人不要再找借口了。我们自己这个是我想做的东西，就是每只狗都有机会去品尝到生食，那我们就要给主人比较容易买到，也容易喂食，这是我们的目标啦。是，所以我们已经达到一些，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继续要前进。那在经营这个品牌那么久累积了不少的顾客嘛，有没有一些个案是比较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每天都有好的 feedback， 对，就是很多好的 feedback。我们可能一些是我几个人觉得很不开心的是会发生的是比如说那只狗是在吃我们的东西，它本来是好好的，可能那一天它病，然后它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叫它停止吃生食。那这就可能就因为你这个食物只是个食物，狗还是会病的，它是狗也是个天然的东西嘛，就是它也是会病，它也是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也不一定是食物的问题嘛，对对对，他们是很多时候那些狗主就会换食物，那个就是我本人觉得有点心酸的东西啊，是是是是。可是我们很多好的例子，就是很多狗主就是坚持的，到底就是要为我们这个生食。你是不是对自己要求挺高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例子，自己心情就会受到一些打击。因为我的目标我不是要卖，我也不是只是要赚钱，我这意思我是想狗好。是是。那当你听到人家的狗有问题啊，吃了我们的东西，如果有一些，我会觉得不好。可是很多时候是很好的例子啦，说我明天晚上如果他们 message 来是很好，说我今天我的狗这狗啊吃了你的狗这个狗粮一阵子了，它的皮肤有进步了，我们都很开心了，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要看到这个进步或者改变哦，大概多长的时间就会看到？一个月时间，你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哦。再不行的话哈，你就可能要做，好像比如说是皮肤敏感的，你就要做一些敏感测试。就是说你的狗可能是敏感一些里面的材料或是一些环境的东西，那你就有那个测试来讲，你就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个 special 的给我们有做给20只狗现在特别的配方特别配方，他们那些狗是敏感一些砖很砖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敏感蛋它敏感肌肉一些反正肌肉比较少，它敏感有些敏感的像特殊的东西，敏感沙丁鱼还要有点敏感有一些是敏感，比如说一些蔬菜，所以我们就可以调了。如果有那个敏感测试，是。但是我要讲，我要说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医生他不太了解爆发哈，对，可能所以他们给的一些建议或者忠告呢，可能会对你们不是那么的友善啊。因为我发现，我不是要抨击医生啦，因为有一些医生还是比较不太喜欢病人吃一些保健品的，因为他们觉得药物是最好的。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啊，所以有几种的医生啊，每一不同派系。所以我们是需要紧是把我们的产品做到那种 level， 他们可以相信他就可能就不会排斥了。那暂时我们还是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有一些医生他们是怕那些细菌的问题，是甚至毕竟都是会湿疹的嘛，它就有细菌的问题。我们是冷藏在-20°C，把那个生的细菌给杀掉。然后狗的肚子其实那个acid 是很高的，它是可以把细菌给杀掉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
那个那个原料要很新鲜。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中过食物中毒吗？没，我没有。你没有？他就没有。轻微的可能有，就泻肚子。就是有，比如说我有中过食物中毒，可是我是吃煮了的食物。嗯。可是为什么我还会食物中毒？就是因为那块肉或是那个食物已经是被那个 bacteria 长了，就是长在里面，把那个毒已经放进去了。是。所以我去拿去煮的话，那个肉还是有毒的。啊，所以这样才算你会食物中毒。嗯，所以最要紧还是那个原料的新鲜度。嗯，你刚刚说零下二十八度，二十度，二十度，零下二十度，通常我们是放几号啊？我们的冰箱不是有号码的吗？我们的冰箱是调不到，就调不到多少度，但是有几号，零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店的那些在宠物店啊，我们给它一粒那些冰箱都可以下到零下三十度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让我们的产品去到每一间店都是被保存的很好，所以我们每一间店都给它这种很好的冰箱。嗯，这些都是我们的 investment 啊，在这个身子上面。那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对这些狗主啊、猫主人说的吗？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尤其是你可以 message 我们的，我们可以随时答你。然后可以到你们的 Facebook。Facebook 对。Facebook 可以去找 Coco and Joe 吧。还有就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message 我们，那我们会很快的回答你。而且我发现到你们也一直很积极的在这个 social media 做一些演说会、讲解会。其实你们觉得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啊？大家对于生食还是有很多错误的想法。疑问跟想不同，错误的想法跟疑问。misconception。因为比如说你是在吃斋的，那吃素的人，忽然间你去吃肉，你的肚子都会调不过来。所以你如果你原本是吃其他的狗粮，你换去生食，你需要一点时间来调，它需要一点时间来调你的身体啊，给它排毒啊。说它这种 transition， 有的狗就没有这个问题，有些狗就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所以就看那个狗主要自己要去了解自己的狗。是。不过另外一个呢，要纠正一下哈，有一些人还是觉得吃生食的狗狗呢会比较凶啊，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啦，没有根据的。因为我每次跟人家讲，如果他问了这个问题，我就会说，如果你把猫饼拿去喂一只老虎，你说那个老虎会咬人吗？同样还是会咬人。不管是狗狗哈，你要让它吃生食，或者是吃这个狗粮，我觉得你还是要让它去尝试一下，看看你的狗狗喜欢哪一些，或者哪一个呢对于狗狗的健康特别好，你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啦。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到Coco and Joe Buff 的脸书专页去找一找 Ang， 问问他。好了，也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这一集山海名人坊，我是靖川，他是 Ang，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我讲的话，我们明明已经讲 OK 了。我每次等你的手机，我跟你讲 OK 了的 ，OK， 我说你 OK 就 OK， 你可以陪我嘛，你可以多一点时间陪我嘛。我已经尽量有时间陪你。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吵架了，每次吵来吵去都是同样的问题，不是吃饭迟到，就是约了人不见人影，有时到很晚都没有回家，也不回复信息。我是知道现在他在打拼事业，希望我们的将来有好的生活，但是每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幸好有 The Man。 自从我们选择了 The Man，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工作啊，运动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同一个地方分享生活，看看我们多享受生活。这就是 The Man。 The Man 处于八达岭在野最繁华的金三角地区，围绕着的是商业大楼与高速公路，地理位置极为方便。除了拥有永久地区极低密度，临近更有步行就能到达的购物中心。为新常态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你，
量身打造。更多详情请查询 themed.com.my The Med Ultimate Core Lifestyle in the City。